起来吧啊，起来吧啊。感恩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感恩诸佛菩萨，感恩卢天护法菩萨，感恩卢洪台长。嗯。自己的业障自己背，不让台长背。请台长帮我看97年属牛的，我的儿子身体，他是什么身体啊？脑子呀。他是自闭症。啊，脑子呀，自闭症，很好几年了。嗯，2岁半左右发现的。看见了没啦？他来到人间。那个灵性就跟上他了，是一个他在还没有生出之前，你们家族里边有一个年纪大的人走掉的，啊，有一个老伯伯走掉的，现在进他的身了，听得懂吗？嗯，听得懂。所以那个老伯伯，我不知道是你的爷爷或者是外公啊，而且他很喜欢你，你就看你这个儿子，他很爱你，经常要抱抱你，亲亲你。实际上就这个老祖宗在亲你了，听得懂了吗？听得懂。麻烦了，他现在还不肯走啊！我现在给他开到180小房子，他都不走。嗯。你帮他念吧，念到300张吧。卢台长，那个您在梦里给我托，就是法身跟我说过2次，我梦到您。嗯，第一次是你帮我告诉我，让我给他念那个210张小房子，放生2000条鱼，我已经做完了。嗯，我儿子自己也会念经文，业障就是说脸部抽动特别厉害，特别严重。完，现在他每天自己功课做完之后还能念3张小房子，现在好很多了啊，现在已经好了很多了。你讲了这么多就是好很多了，是。你想象一下。台长到你梦里来，法身来看你，帮你治孩子的病，能不好吗？是。他已经很好了。对，已经好很多，哎、语言上就现在就能说的表达的清楚一些了，不像以前了。对。他要上课还是有点问题的。嗯，现在他上学我陪读，我在陪读他，他在正常学校学。我听不大清楚那个反射音响，叫他稍微响一点点。嗯，叫他这个反射音响稍微响一点点，你讲的慢一点。他现在学。OK，Thank you。嗯，他现在是在那个学声乐，学唱歌，学钢琴。啊，他学唱歌。啊、嗯，学唱歌，学钢琴。哦。完还喜欢画画。嗯、哦，现在就是说从现在开始吧，他好了，他也知道跟我那个讲条件了。他还没有完全好。嗯。我刚刚看到灵性还在他身上。是不？那我还需要多少张小？你别以为他好了，我昨天讲了个笑话，你们没听见啊？听见了。我很想再讲一遍，因为我们新加坡很多人还没听见呢。但是孩子。他原来程度非常重，现在有一些进步。我们当妈妈的，我可高兴可高兴的了。你要记住，嗯、你帮他还要念小房子，还有再给他念680张。好，好吗？啊、然后晚上让他泡脚。嗯。他的气场全部浮在上面不下去，所以他头动、嗯、身体动。嗯。明白了吗？嗯。啊，你要让他到了晚上要特别让他安静，家里要轻轻的放大悲咒。嗯、好。嗯，明白了吗？他现在睡眠不好。啊？睡眠不好。哎，睡眠不好，晚上还有灵性在呀。是不？好吧。嗯，我还。台长，如果就算来看一次的话，他也不一定完全好的呀。嗯嗯。就指明你的方向、嗯，你就好好照着做就可以了。好。明白吗？嗯，我还需要放生多少条鱼？你还要放生多少条鱼啊？嗯。2300。好。好吗？好。还有啊，你家里的佛、嗯、供的那个佛像啊、嗯，你好像边上还放了一个其他的菩萨的像。我以前有一尊那个观世音菩萨。还有一尊。啊，完我把东方台的菩萨放到观世音菩萨的后边。还有一尊，其他的菩萨。那是在我家那个一进门对面的那个就是那个。上面贴了一个小观地菩萨的一个小符，对、嗯，里边已经有灵性了。那我
给他请下来可以吗？请下来。嗯，好吧。包包好，需要。哎，包包好之后要念经了，因为他在他的灵性已经在他这个像里边了，他不会走掉的。嗯。你要念十七张小房子。十七张小房子。好吧。好好，没问题。没什么问题，你叫他好好念经啊。好。他灵性还在身上啊。嗯，台长，他自己念那小房子和经文质量好不？不好，不好，他瞎念呢。你以为他了？哎，瞎念呢。嗯，那我监督他。你觉得你儿子不得了了？好嘞，念经了。你叫他现在念一遍礼佛，好，念一遍那个，他背得出来，这个往生咒背得出来不啦？给台长念一遍往生咒。喂。认识台长吗？往生净土神咒，南无阿弥陀佛业多陀伽多业多地业陀，阿弥利都佛皮阿弥利多悉耶菩提阿弥利多，皮下来地阿弥利多，皮下来多千皮利却千多，只多加里佛贺。哎呀，大家看见了吗？那学心灵法门，我告诉你，忧郁症看好，你好好的念经。让我自闭症痊愈，疾病尽除，脑部疾病痊愈，身体健康，增长功力，在九月能够上大学。那个，你现在小弟，你现在觉得那个身上有没有一个人离开你啦？有人离开您了。你知道离开我。嗯，我问你啊，你一到晚上是不是感觉有个人要想跟你讲话？是。小弟，你如果念经之前先念三遍大悲咒，再念其他的经文，这个人就会离开你，好不好啊？好。嗯。你家里啊气场很不好，听得懂吗？嗯，听得懂。你自己嘛，把头发前面也弄弄干净一点。好。额头都遮住了，运气都不好。嗯。好吧。好好。这个孩子呢，你要记住，他的后脑髓啊，嗯，脑后面有点小问题。这个灵性主要在他后脑，所以影响他的思维。嗯嗯。听得懂吗？他出生的时候是下产前了，是不会夹的。哦，看见吗？对对对，看见了吗？嗯，我儿子刚生下来的时候，就是妈妈跟孩子第一眼见面的时候，嗯，我第一眼看到我儿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他那个眼神就和正常的孩子不一样。我告诉你，你要记住了，这个一个老人家几乎就是进入你的身体，嗯，跟他一起出来的。嗯，听得懂吗？嗯，他就是说可能活在世界上的时候，我讲话你不要介意，不介意。有一个老人家，你的长辈特别爱你，很喜欢。是老太太吗？从小把你养大，是个男的。男的。是你姥爷还是谁呀？嗯，我姥姥是在投生他之前走的。我姥爷看到过他。有没有一个年纪大的一个老伯伯很喜欢你啊？那我不太记得了。嗯，从小领过你的有吗？我跟外婆和外公长大的。外公。嗯，外公外婆。外公外公婆都很喜欢你，对不对？对。外公也走掉了，对不对？嗯，走掉了。好了。嗯。明白了。嗯嗯。好好念吧。好。好吧。台长，我想问一下，我给我儿子改了两次名字，他的改名声纹成功没？你改名字啊？嗯。你属什么几几年的？不是，九七年的牛，男孩。你帮谁改的？帮我儿子。帮你儿子改的。嗯。叫什么名字啊？讲吧，新的名字。倪子鹤。倪子鹤。嗯。升上去了。升上去了。升文升上去了。嗯。但这个字当中的子字不是太好啊。是吗？那应该换个什么名字呢？慢慢再说吧。嗯，今天没26打电话。好，台长，他图腾颜色什么色？
属什么？属牛的，97年，男孩。白牛。白牛。让他穿的白一点。好。现在穿的太黑了。嗯嗯。他要唱歌的话，要他穿的白一点。好。好吧，嗯，声音蛮好的，他声音蛮好，嗯，对不对啊？嗯，对不对？有些人唱歌是要钱，嗯，但是他唱歌是要人命啊。他台长，我还想问一个问题，最后一个问题，感恩您，嗯，就是您在您的法身，就是到梦里来告诉我说我先生的肝不好。结果呢，就是过了一个月之后，我先。